我才是基政科的主任，想发官威找错人了吧？我看是你自己想高人一等，才这么不择手段的吧？你表面上看上去极其傲慢，但内心非常脆弱。我是个成年人，我不想时时刻刻活在你的安排之下，我要按我自己的想法去生活。没有你自己做主的权利。